很低调又很害羞，我们就一次，但是我们停留了几秒，好不好？我平时是可以亲很多次，但因为我太太第一次这样子。婚礼之前，我有很刻意的避开，看到老婆这一套婚纱。今天是第一次看到，因为我们下午有一个就是，家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观礼，我第一次看到我岳父牵着我太太出来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套婚纱。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，对，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有哭吗？当然有这个。热泪啊！我们两个都有特别瘦身一下，但他天生丽质比较不一样，我们需要后天努力。没有，不要这么客气啊！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，就是好不好？现在要回答是不是？可以，好，好了，好啊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的，然后当然我觉得。慢慢顺其自然，我觉得越多越好。想要只要我太太答应，我都可以了。他那个就是说一个球队，上次我考虑一下。对。篮球队。篮球队。篮球队。那个橄榄球队，橄榄球队。有忍住，但想说美美的化妆师帮我化了那么美的妆，就不敢哭得太惨烈。不是因为我们誓词其实没有办法截取一段很感动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整个 part 是很感动的一个部分。然后誓词的部分也是我们写给对方，然后跟对方说，在未来我们如何的去爱对方，如同爱自己。只是办了一个婚礼。我以前不太过节，对，但后来我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他蛮喜欢过节的。然后我觉得他喜欢过节的点也蛮可爱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蛮常远距离的交往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那其实节日蛮重要的，就是。还是要有一些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特别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偶尔有一些节日，还是会特别过一下。好好回答。我好像每次都讲同样的话，就是觉得他心里很善良。就是有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很常看到就是他很神。嗯，你呢？对，我呢？还是你还会反问？OK， 年轻貌美。当然还有，就是善良。对。干嘛抄我的答案？非常好，对啊，因为。我们原本就知道小孩子没有办法预测嘛，所以我们其实只是说有预备了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花童的这个时间，那她走得怎么样，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表现了。我觉得她有遗传到爸爸很活泼的基因。那跟妈妈说漂亮，有没有说妈妈好漂亮？没有，我觉得她今天没有很想理我的感觉，有点伤心。对，因为他看到爸爸娶了别人，所以有点伤心。求婚仪式啊，有，当然，我觉得这部分还是必须的。对，那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对我们两个有意义的一个地点，然后在那边我跟太太求婚，有说什么吗？你愿意吗？就是希望接下来我们两个人的道路上是可以一样是一起相随的。
然后我们回看那个影片的时候，他一直笑我说，我不到0.01秒就答应他了这样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说你愿意，你愿意马上。其实我蛮希望的，对，我蛮希望就是我老婆可以管我的财政，因为我觉得她可以帮我报税，但她对数字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，所以不是我不想把财政交给我太太，是我太太叫我管财政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负责管那个未来的大方向，你管财政的部分。OK， 可以。